大家好，欢迎来到达理讲堂。今天呢，我来教给大家如何给这一个电池组焊接保护板、焊接排线。接下来，我们来讲解一下接保护板的具体步骤。在接线之前呢，我们需要准备一些工具：保护板、排线、陶瓷剪刀。这一个剪刀是绝缘的，主要是用来剪线用的。检测板，检测板的作用呢，是为了检测接好线之后，检测是否接线有误。万用表，万用表呢，我们主要的是用来监测每一串电压的。烙铁，我们这边专业的焊锡温度是420度，如果你要是新手的话，建议把温度调到350度左右。好了，工具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下面我们来看一组电池。这一组电池里面是由很多个正极和负极组成的，所以我们在接线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哪边是正极，哪边是负极。大家都知道，这个电源的正极和负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接反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会出现短路、着火或者是爆炸的可能。那么我们怎么来分辨正极和负极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颗电芯，它正极呢是凹凸面的，负极呢是平面的。同时呢，这一组电池里面又有很多个普通的正极和普通的负极组成的，里面又有一个总正极和一个总负极，而我们所有的接线都是从总负极开始依次接到总正极的。以这组电池为例，我们要先找到电池的总正极和总负极。总负极呢是独立的，它不与其他任何正极相连，大家看这里就是总负极，总负极呢没有与其他任何正极相连。下面我们再来找一下总正极，总正极呢也是独立的，它没有与其他任何串的负极相连。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就是总正极，总正极呢它不与其他任何串的负极相连，所以呢我们称为这一串为总正极。在确定了总正极和总负极之后呢，我们来确定一下串数的顺序。我们还是以这组电池为例，总负极开始的这一串我们把它称之为第一串，与总负极这一串相连的这一串我们把它称之为第二串。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是没有相连的，它是从这个位置连过来的。然后与第二串相连的这一串我们把它称之为第三串，依次类推，最后一串也就是总正极这一串我们把它称之为第十串。在确定好串数的顺序之后呢，我们来确定一下采样点的位置。我们以这组电池为例，这是一个3元10串的电池，十串的电池呢一共有11个采样点，同样十串的保护板也一共有11根排线。首先我们来确定一下采样点，第一个采样点就是总负极这个点，总负极这个点我们把它给标记为 B 负。第二个采样点就是第二串的负极和第一串正极的连接点，我们把它给标记为 B1。 第三个采样点就是第三串的负极和第二串正极的连接点，我们把它给标记为 B2。 依次类推，最后一个采样点就是 B 正，也就是总正极这个点。在确定好采样点的顺序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检测一下我们确定的这个采样点是否正确。一般情况下我们是用万用表来检测，我们把万用表调到直流电压档，我们把黑色表笔放在第一个采样点，红色表笔放在第二个采样点。大家可以看一下是3.45伏左右，黑色表笔不动，我们移动红色表笔，把红色表笔放在第三个采样点。大家可以看一下是6.92伏左右，黑色表笔继续不动，移动红色表笔，把红色表笔放在第四个采样点。大家可以看一下是10.37伏，这个电压呢是依次递增的，每次递增是3点几伏左右。黑色表笔不动，继续移动红色表笔，13.84，是7.2点，20.75，24.1，27.8，31.1伏。现在是最后一个采样点了，就是 B 正。34.59，这一个电压呢就是这组电池的一个总电压，从 B 正到 B 负的电压。如果说采样点确定错误的情况下，电压是没有这个依次递增的这种情况的，是不会存在这个规律的。在确定了采样点的顺序之后呢，我们来确定一下排线的顺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组排线，前面我已经说了，十串的电池一共有11个采样点，十串的保护板也有11根排线。大家可以看一下，1、2、3、4、5、6、7、8、9、10、11，黑色的这个排线呢是第一根线，我们要把它给接到电池的总负极的。第二根线是红色的线，我们把它给接到 B1， 与第二根相连的第三根红线我们把它接到 B2 采样点。依次类推，最后一根红线我们要把它给接到电池组的总正极上面，也就是 B 正上面。我们在确定好了采样点的顺序之后呢，我们也确定好了排线的一个顺序。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给这个电池组焊接排线。首先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贴上双面胶。第二步，我们比一下保护板的位置，比好位置之后呢，切记我们在接线的时候一定不能插着保护板。我们用双面胶把排线固定在电池组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把每一根线放到它需要焊接的位置。黑色线我们放到 B 负极，与黑色线相邻的第一根红线我们把它给放到 B1 这个采样点。第三根线我们把它给放到第三个采样点。第四根线我们把它给放到第四个采样点。第五根线我们把它给放到第五个采样点。第六根线我们把它给放到第六个采样点。一根线我们把它给放到最后一个采样点，也就是 B 正这个采样点。在采样盘线放好位置之后，下面我们就对这个采样线进行一个剪裁的工作。我们可以把长度比好来进行剪裁。这个排线呢我们都是按照到采样点的距离剪裁的，剪裁完之后呢，我们开始对这个排线头进行一个剥线处理。
然后呢，我们打开电路铁，接下来我们开始对采样点进行一个加气的操作。现在我们进行焊接排线。在给电池组焊接好排线之后呢，我们一定不要直接插保护板，我们要先检测一下我们的排线焊接是否正确。检测呢，我们一般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用检测板来检测，第二种呢是用外用表来检测。首先我先来给大家用检测板来给大家检测一下。我们把这个排线插上检测板，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是一个10串的一个电池组，这里就亮了10颗灯，从第一串到第10串的灯都是亮的。如果有哪一个灯没有亮或者是比较暗的话，您就可以跟着灯上面的串数来看一下电池组的那一串焊接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虚焊。我们还有第二个办法，就是用外用表来检测，在排线的另外一端是有端口的，大家可以看到。然后呢，我们把电池组反过来，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排线的一个端口，我们可以把外用表调到直流电压档。我们把黑色表笔放在第一个端口，红色表笔放在第二个端口，大家可以看到是3.45伏。然后依次移动红色和黑色表笔，大家可以看到也是3.45伏。这样检测的办法就是检测每相邻的两根线之间的电压是不是单串的电压。然后我们依次移动黑红表笔，3.45伏，3.457伏，3.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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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还有最后两个端口，大家可以看一下，也是3.45伏。排线我们已经检测好了，接线完全正确。如果接线错误的情况下，灯刺板的灯就会不亮。还有一种就是每两串之间的电压就不会是3.几伏，有可能是两串之间的之和是7.几伏，或者是10几伏，都有可能。在确定了排线接线正确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插上保护板。插上保护板之后呢，我们要确认一下这个保护板能否正常使用，能否有电压输出，这组电池可以不可以正常使用。检测我们也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测量保护板是否导通，第二种办法是测量电池本身的电压和经过保护板之后的一个输出电压的一个是否一致。首先我们来用第一种办法测一下保护板是否导通。我们把外用表调到欧姆档，然后再调到凤鸣档，我们转接黑红表笔，大家可以听到是有凤鸣声的，说明这个外用表是正常的。现在我们把黑红表笔放在保护板的 P4 和 B4 端，大家听，也是有凤鸣声的，说明此时这个保护板是导通的，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如果没有凤鸣声的话，说明这个保护板是不能使用的。接下来我们再用第二种办法来测一下保护板是否导通。我们把蓝色的 B4 线焊接到电池组的总负极上面，大家一定要切记，蓝色的 B4 线是焊接电池组的总负极的。焊接好之后呢，我们把外用表调到直流电压档。在这里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B4 到 B 正是电池组本身的电压，从 P4 到 B 正是电池组能够输出的电压。首先我们测量一下电池本身的电压，大家看一下34.59伏，然后呢我们再测一下电池组经过保护板之后的一个输出电压，大家可以看一下也是34.59伏，说明此时这个保护板是导通的，电池组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给这个电池组来焊接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输出线。在焊接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的保护板分两种类型，通口保护板和分口保护板。通口保护板呢有两根线，黑色 P4 线和蓝色 B4 线。通口保护板的 B4 线是接充电口和放电口的负极，然后蓝色 B4 线我们是接电池组的总负极的。我们还有分口保护板，分口保护板的话有三根线， C4 P4 和 B4 线。黄色 C4 线我们是用来接在充电口的负极的，黑色 P4 线我们是用来接在放电端的负极的，蓝色 B4 线呢我们是接到电池组的总负极的。大家看一下，这个电池组是接好了一个同口的保护板的一个接线的一个方式。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从总正极出来了一根红线，从总负极接的是 B4 线，然后保护板的 P4 线接充电端和放电端，因为这是同口的，同口的话充电端跟放电端是一个端子。这是一个接好了分口保护板的一个电池组，大家可以看一下，从总正极是引出了两根红线，其中一根红线是接充电端的正极，另外一根红线是接放电端的正极。然后总负极这里是接保护板的 B4， 保护板的另外两根线 C4 黄色线接充电端的负极， P4 黑线是接放电端的负极。这里为了方便给大家演示，就没有做保护板的固定。保护板还有以下注意事项，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在焊接的排线的时候，一定要排列整齐，避免出现交叉，采样线的长度到采样点的距离要保持美观一致，这样的话会在你接线的过程中尽量的去减少失误。另外排插与保护板的插口的位置一定要打上固定胶，防止经过颠簸震动导致脱落或者是接触不良。另外保护板也要固定好，不能左右移动，避免在行驶的过程中因颠簸晃动出现保护板与排线之间接触不良，或者是排线的焊接点造成脱落的情况。大家好，刚才的接线部分呢已经给大家讲完了，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做一个总结。保护板它的散热面请在你组装的过程中一定不要让它直接与电芯接触，否则的话电芯的热量和保护板的热量会相互传递，产生不良的后果。第二个，我们公司的保护板红色面是散热铝片，上面是经过阳极氧化处理的，是有绝缘特性的，但是当氧化层划破的时候也是可以导电的，所以说在作业的过程中避免散热片直接与镍带或者是导电部位接触。在大家接线前一定要认真的去观看此视频，避免出现视频中所出现的失误的操作。谢谢大家的观看。